服了，不好意思各位，我先啦。大家好，我老秦。现在呢，我人在洲际迷你蛋，今天要来看篮球。终于不是在新庄体育馆了，终于来到台中了。今天是梦想家对上新北国王。好，不管怎样，我们先进去再说吧，走。女生的休息室都是这么很多，不是，然后现在就是大家就会互相绑头发，然后开直播什么的。这是我们的人气王子子，哎呀，我超期待今天来这边的，因为我上次来的时候你不在，刚好没班，对，可惜。然后这次刚好来了，子子又有班，是。那你坐在哪？我坐在哪？我坐在二楼。我在二楼 R 区吗？我当时买票的时候特别有找有一个有爱心的点点那边。哦，应该对，应该是可以看得到你们。可是因为有分 L 区的话，就是看我们的背面哦。我要访问一下子子，这一次的季后赛的舞蹈你准备了多久？因为听说这一次是你编排的。我跟浅浅来，我们两个是这就是我们团严厉的老师群。刚好老师群。对，季后赛我们就是一人编一半这样子。其实我有看到子子他的发文，就是有讲到说，这一次也是报复性编舞，真的，因为就是我们这一次进的比较突然，对，对，很突然，因为就是。是没有很有把握会一定会进那个季后赛，是就是在这你们已经讲说哇赢了这样子，所以就是一结束我们就要马上开始编舞，也是很紧急这样子，那也很期待啦。我相信这一次应该也是非常辣系列，没错。太好了，我们等等就来看一下我们 Formosa Sexy 的表演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Formosa Sexy。大家好，我是队长子子。大家好，我是莎莎。我是露露米。我是芊芊。我是小鸡。我是圆圆。我是 Ariel， 我是小妍，我是浅浅，最香休息室，太幸福了，不好意思各位，我先啦。真的带我导览呢，太幸福了吧？我应该是第一个，你是我第一个这样带着参观的，怎么办啊？都可以好好的表现，加油！
looking deep in. I'm trying to find the issue. Really shouldn't listen. I feel like something's missing. Expressing how you feel is tense when we chill.新美国王也进入了冠军战，所以之后我们就冠